送了。什么东西？跑去中间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让一点，让一点，还没看到。不要不要不要进桥下，快进桥下！别别别别别别！哦，来了来了！等一下，也是下溪大哎，大只的。哇、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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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拜拜！黄鳍雕，哎，我继续往下游走走看。那个咬耳有够沙的，戳起就去了。又咬又咬又咬，没咬到，可惜。但是又咬，这水真的有够营养。又咬，勾到东西，靠！我那边很会咬哎、欸，再来，掉了，这里是你的，来来来，各位，我跑到桥上来试一下，下面有一个大哥在钓，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下面，通通通一片羊肉，
上面的屠宰场在排放那个、啊、那个血水。我换 VIP 试一下哦。哇，超大只的鱼，那不知道是什么，一大堆，超夸张。它只是我这个 VIP 不知道能不能把鱼给弄上来。希望可以，如果钓到的话。然后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杆子拼拼凑凑组合起来的。勾到什么？垃圾。哇，干，垃圾袋。应该拉不上来。不敢拉。我希望它断。看这个有点危险呢，这如果真的。反正、欸、不会又勾到局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还好没有勾到局，吓我一跳。这里我其实很想跳底跳跳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办法，真的是太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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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垃圾，草啊、布啊、衣服啊，太多狗屁啥的东西了。那、啊、又勾到了吗？我只要稍微贴一点点，就勾到东西。这真的没办法。哎呀，下面有黄鳍雕。这里应该也会有啊，丢另外一边。哇，活鱼！哦，中了。不要进桥下，快进桥下！别！哦，来了！等一下，也是下溪大、欸，大只的。哇、哦，碎！量一下，大概26。放他回去，拜拜。
今天运气也算不错，钓到两只黄鳍雕，一大一小，还有一只歪了的吴国鱼。对啊，技术变烂了，没有菊花正吃了哈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。这里，哎，中了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红草哎、欸，红草咬004，干，好扯。